超甜劲妹煎出白皙完美线条。吼吼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香汗淋漓吗？这位笑容甜美、全身流露健康美的正妹，就是本周的优质运动劲妹。Hello， 我是玉玲，我现在就读亚太创意技术学院。我平常很喜欢运动，但是夏天的时候很害怕晒太阳，所以我常常都会来学校的健身房运动。玉玲皮肤白皙，身材玲珑有致，正好学校有一间设备新颖、器材种类多，又能训练身体不同部位的全功能健身房。因此他每周都会来个两三趟，将他的身体线条维持到最佳状况。我想做的是划船机跟飞轮。现在划船机可以全身都运动到哦。我最喜欢的是飞轮，因为它可以增加我的心肺耐力。玉玲表示，健身时如果把机器的强度调低，持续动15分钟，就只会流汗不会累，也不用担心变太壮，而且常流汗加速新陈代谢，皮肤红润有弹性，不用化妆也漂亮。运动后的健康汗水果然让玉玲不用打光也能散发自然的光泽。玉玲对美丽绝不妥协，不但透过舞蹈健身雕琢身体完美线条，连指甲也要美美的。他花了很多时间与金钱学习指甲美容，常常帮指甲换样式。我要做之前，我都会先翻杂志，然后就是看现在流行的样式，然后再去做。不知道读者发现了吗？玉玲有点像青春版的萧亚轩，比一比就知道了。东新闻苗栗报道。